娱乐到大众。好，睇下呢对嚟自日本嘅名宿啊，成为表演拍档会有啲咩招数啦？一攻一守，一个削球，一个攻球，跟住又放高球啦，又系打回头，又到呢个削，哎呀，咁啊呢个打失添，都系二塔身嘅啫，我谂未啊，第二分噶啦，而家都唔系算二身噶啦，即系前面呢几分啊，我都算二身啊，但都系个招数噶，真正表演出嚟最开心嘅味道啊！高潮未嚟啊！睇後邊仲有咩招數咯嗱，佢而家就可能又係放側旋，放側旋，放高球，唔過網，唔好意思啊，呢個波唔成功。側旋就側旋啦，但係兩板就已經失啦。一個拉一個削，又削高球，越削越高。放个短球，呢边打，又到呢边削，咁即系两个都系削球。又接嚟一个削，一个攻，咁啊动作几潇洒嘅吓嗱，表演动作佢而家就系吓，啊举起只右脚咁啊。呢個想放短球又放不到，哇！好像有啲失傳。係啊 ，partner 配合得不夠好啊。啊未有很好的配合。三分鐘的時間好快過噶。咦？呢個有啦，跨下接球，跟住咬腰啊嚟兩下。係，打回頭，又失。啊！佢嘅招數就係跨下啦。咁啊，個人表演性質比較重啲啦。對，仲有最後一分鐘，睇下仲有咩招數可以使出嚟先。而家調翻轉頭，呢邊削，嗰邊攻。咦？360度轉一個圈，可惜個波又係唔落台嘅啫嘛。又係放高球，又抌腳。放完高球抌，又放失。如果抌完再放咧，就好啲喎。即係俾你，例如你轉完360度再放咧，咁難度高啲，因為暈噶嘛會嚇，會著第二個。呢個而家越削越低啊！又整翻個高球，中間削得到。所以就真的很讲究两个人之间的配合，要他们两 个表演的质素想挑战的是小菜佛，那边又找错了舞台，现在还在紧张，可以坐在梳发上。由于第一轮就陈新华和郭玉华是拿到16分，竟然被裁判给了一个一分的低分，咁啊，呢個拉低咗咯，就係啦。咁啊，睇下呢一對日本組合嘅分數啦，可以排到上嚟啦。好啦，入去睇下裁判打分嘅時間啦。咁啊，啱先你哋兩個都話承認自己打到有啲索氣喎。睇下先，唔好急住走住。咁啊，如果咧就話嗰個分係高過大小菜佛嘅話，你係可以坐雙馬嘅，唔使去後台坐嘅。他說他們想玩，先分享。Let's see the judges' results. Okay, ladies.Wow, one in from zero. 又要俾一分啫喎，好嚴格喎呢個裁判，呢個鐵面判官嚟噶，我知道。嚇嚇，好似嗰啲面色咁喎，好難。係個男嘅比係嘛？係啊，又係啱先俾一分啫喎，裁判。175啊，一分7分同埋5分13分。